厝囝送今年的种植啊，伊才一张批，后壁互咱遮的阿伯们，咱遮支持者，台湾结果遮技术，伊的头前一张写着一人一家代，公马虽然败。好，大家吼，一边用餐一边听我朗读这本批吼。好，咱起来支持者甲阿伯们，大家平安。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人啊，台湾人勇敢站出，卖低头，追求独立拼未来，完成建国保将来。这本来就是去年，一个去年是去年啦吼，十二月七日，伊在这里吼，北所写的台湾歌其中的一段。时间真紧，一年过去啊，想看卖咧，年外阿扁啊在内底为咱打这个新时代，真欢喜，嘛真感谢。在美丽岛事件三十周年的政治啊，凯达格兰基金会甲各位共同发言人，当前促成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单曲 CD 发行，就差不多咱播一首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这首歌曲，作为对台湾民主运动及美丽岛事件三十周年的献礼。俗语咧讲，一人一家台，公马虽然败，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也代表着相款的这个意思。台湾甲中国虽然有历史上甲迄个部分的关系，但却是两个无共款、各自独立、互相无隶属的这种两个国家。所以一人一家台，这不但是历史的事实，更加是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的愿望。三十年前的美丽岛事件，最后促成。长久38年军事戒严的这个解读，而且突破了党禁甲报禁，但是一个中国终极统一的意识形态，甲今仔日乃是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压迫咱台湾人民经过自由民主的枷锁。2022年8月3日，我透过。时顺对东京世代会演讲中，以总统的身份向全世界宣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2006年2月28日，我进一步废除了以统一为终极目标的国统会和国土纲领，将决定台湾未来前途的权利完整的献给咱台湾人民。但是随着中国国民党和这个。马汤政府的上台，一切拢变了。在马汤集团的眼中，台湾不是咱的母亲，更不是咱的国家，中国则是祖国。台湾只不过是一个地区。这种意识形态错乱，将敌国认作祖国的导航的这个行为啊，就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台湾人啊，台湾人勇敢站起，卖低头，追求独立。拼未来，完成建国好将来。台湾要独立，一定要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安尼才会当确保台湾自由民主的现状，则未被改变。台湾要建国，一定要建立属于咱台湾人自己的国家，安尼才会当摆脱一个中国终极统一的寿命。台湾独立建国不但是咱的希望。更是咱的使命，予咱发挥大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矢志贯彻，决心奋起，相信众志的成城，建国一定会成功。陈水扁，2009年12月7日，就是北所。头前我读的这就是咱阿扁总统啊，写予咱这阿伯们的名片啊，伊这是亲笔写的啊，这篇名是。伊亲笔写，啊，一篇吼、哦、用这个印刷体印予咱大家好来看的。搁刷咧，我要甲各位来朗读着咱阿扁们这个成立的这个宗旨，哦，予大家来了解。我相信咱在座遮的，不管你啊是新住民，或者是讲咱的这个讲河洛客家，拢总是认同阿扁的理念，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所以咱阿扁也支持咱，咱也认同。我要朗读这5条的理念，欢迎大家来签署加入阿扁们俱乐部。咱也希望
在国港路啊，国川里、国香店，20个、30个，大家小少认同这理念，然后来填表加入这个所谓的阿扁门俱乐部。阿扁门俱乐部的理念宗旨：第一，反对一中，拒绝统一，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第二条，推动古统保台，拒绝统一，保护台湾的公道，凝聚内部的团结；第三条，全民勇气中华民国宪法甲政府的体制。大家都知道中华民国这刘鸿章，等下我有机会甲各位详细来说明。第四，制定台湾新宪法，并向全世界宣示台湾是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第五，以台湾的名义，以及用新会员国的身份申请加入的联合国。这就是咱阿扁门俱乐部的理念和宗旨。欢迎咱大家填表申请来成为这个阿扁门俱乐部。